我们是不是应该再好好研究一下，这个小博也不一定就是博变，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搞错了？或者是笨笨乖啊，刚刚洗完澡好香啊！爸爸带你去晒太阳啊！虽然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，但看到这个画面，宝宝还是觉得恐惧一阵。 起码证明，我们肯定找对地方了。嗯，起香香了，来，让弟弟看一看，是不是很香？嗯，飞高高，亲一个笨笨。嗯，嗯。